我来啦，我来啦，九点半又要睇达哥，听到嘛？听到嘛？听到嘛？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听到啊？电脑啊啲故障，所以搞迟咗少少，啊，即系唔好意思。都系有啲麻烦嘅，咁咧就今日咧，我想讲咧就系咧，今日倾倾下计咧，做嘢嘅时候倾倾偈咧，我啊醒起一件事，我啊冇同大家讲嘅，咁咧就大家咧有冇接触过一啲灵异事件咧？咁我就曾经同你讲过咧，就系点解我会讲咧，就系有一次即系大家喺度分享啦，就话啊，你哋有冇喺工作时期遇过啲咩灵异事件啊？咁样。咁咧，我份人咧，日生平以嚟咧，就接触呢啲嘢咧，系极少系类似啲事嘅。咁今日喺度同即系工作嘅伙伴咧倾偈咧，就突然间咧就记起我曾经咧喺外国就发生过一件事，咁咧就冇同大家讲嘅。咁咧就而家即系突然间记翻起咧，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啦。咁咧就我有冇同你讲过？有一次我试过发梦定点样？我先大概系喺我中六七嘅时候啊，我曾经发生过一单咧怀疑灵魂出窍，我有冇同大家讲过呢单嘢？咁呢个咧我生命以嚟咧第一次咧就系同呢啲即系有关灵异事件有关嘅事，即系经历啦咁样咁啊。我第一次我有冇讲过冇啊？咁咧，话说咧，嗰阵时系点咧？咁啊，嗰阵时啊，考完会考，准备考 A level 咁样啦。咁啊，成日温书啊，或者点样啊？咁有时咧就系呢啲温书时间好唔定嘅，成日咧就会啊放学咧啊瞓一阵，之后夜晚啊温啊书啊之类啊睇欧联等等等等啦。咁有一次咧就如常咧啊瞓晏觉啊。咁咧就瞓下咧，之后咧我咧感觉咧就系突然间点解个厅咁嘈嘅咁样，之后咧就出去睇下啦，咁样就见到咧原来屋企人翻咗嚟咁样，跟住喺度倾偈，咁倾啲内容咧我都好清楚啦，类似今晚食乜乜乜乜，咁我听得好清楚啦。跟住咧之后我就听咗我话啊你哋继续倾啦，咁样之后谂住翻入房继续喺度玩，即系谂住玩电脑或者继续摊喺张床度休息。跟住咧，一翻到去自己间房嘅时候咧，就见到咦，点解张床咁熟口熟面，有个人喺度嘅？嗰个人嘅背影又好熟喎。咁见到长长地头发又瘦瘦地咁样，之后咧嗰一下咧，突然间吓过一跳，哇！呢个咪我嚟嘅，我啊瞓喺张床度，应该我嚟啊嘛？点解会咁噶？咁样。即系嗰一下咧，系晴天霹雳，跟住咧突然间咧，成个人咧就吸咗落去。你会见到好似嗰啲你打嗰啲 CS 嗰啲咁样啦，即系嗰第一新视点咁样，就一嘢撞咗落去，瞓喺张床嗰个我度。之后我啊即刻成个人扎醒，吓过一跳。就啱啱究竟发生嘅事真定假咧？跟住于是咧，我啊出厅啦，因为我嗰阵我啱啱咪讲我话梦境入边。我系怀疑见到屋企人喺出面讲紧咩整咩嘢食啊食啲咩，之后我问翻佢啲内容就话啦，喂你啱啱系咪讲过话要食乜啊嗰啲咁，之后咧佢就话系啊，之后我吓过一跳就话哇，原来应该啱啱嗰阵真系灵魂出窍喎，发生咗呢一件事。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我第一次生平咧，就第一次接触呢啲咁样嘅算系灵异事件咁嘅嘢啦。咁第二次咧就系一个好耐好耐以前公干嘅事情啦。咁咧出去公干啦，喺一个去好似系美国定乜鬼嘢。咁咧之后咧就系应该系美国，即系洋人嘅地方，但我唔肯定系咪美国啊，定系欧洲地方。咁咧之后咧去美国。咁咧就有一晚咧酒店啊瞓觉啦，好鬼攰，即刻搭上床度瞓。咁咧瞓下迷迷糊糊咧，听到有啲人，我啊听到咧有啲人咧细细声讲嘢，系讲紧英文啊，类似唔知 wake up 嗰啲咁样啦。之后我一擘，即系轻轻擘大眼嘅时候咧，之后咧就见到咧一个人系点咧，就长头发抌晒落嚟。跟住就系着白色裙，
白色裙嗰啲例牌鬼片嗰只咁样啦，即系好似睡衣嗰啲咁样啦，好鬼长啊嗰啲咁样嘅，睇唔到个样子，好似最后系有见到个样子，我一回忆到都系几，即系有少少恐怖咁样。之后咧，佢慢慢行过嚟，嗰阵时我心谂，即系我嗰阵时系有吓一吓嘅，擘大眼嘅时候就哇乜水啊，点解会咁样噶？咁都心知不妙啦，都知道应该系嗰味嘢。咁咧之后咧，嗰阵时咧就。好惊想喐，但系喐唔到啊！嗰下真系好黐线喎！嗰下咧，你会觉得哇大镬啦，又喐都喐唔到，讲嘢咧系有困难嘅，即系你讲唔到嘢咁滞啊啊啊咁样，你系好似个喉咙咧俾人捻住咗你个声带咁样，应该类似系你俾人捻住喉咙咁样啦，唔止系捻住你声带，总之系好辛，即系好难先至会有啲诶诶诶咁样嘅声，但系咧你心入边咧。讲嘢谂嘢咧，感觉上唔知点解嗰下意识到咧，佢系听到。咁我当时一开头咧就系、是、即系一开头就系用中文谂啦，就喺度话咩大镬啦，点算好啊咁样。之后咧嗰只鬼咧怀疑系鬼嘅物体咧，就唔知喺度讲嘢，就话类似话我骚扰佢咩好 noise。之后咧，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嗰阵时都唔知点解我会有咁大胆，我就冇，我话冇，我都系瞓觉，我边有嘈到你啊？我话 no， 我话 no， 我又直接系答佢 no，I'm not noisy，I'm sleeping， 我咁样同佢讲。之后咧，跟住咧，佢越行越近嘅，我记得行到超近咧，之后咧啲头发咧系。跟住揼埋嚟吉下吉下咁啊，已经个头控到劲近。嗰阵时因为我都牙牙好地，即系劲惊，唔知谂紧可以做啲咩咁样。但系嗰阵时因为我唔知点解突然间理智线断裂咧，我系同佢讲话，我话 I am tired， 我系心入边心灵感应同佢讲 I am tired， can you find me tomorrow？ 我咁样讲 ，let me sleep tonight。即系下一秒佢真系走咗。即刻消失，之后我咧就突然间咧，我又再擘大眼一次咧，之后咧就系所有嘢如常，之后我就乖乖地咧就瞓觉，我继续瞓觉，但系从此之后咧，我唔知系咪咁样啦，即系嘢就冇再搞我，即系同可能同佢倾掂数，佢知道我系善良，我冇谂住骚扰佢啊，即系纯粹眼瞓啊，点点点咁样咯，之后就冇事啊。有咩明明好恐怖，但系仲笑咗出嚟。我嗰阵时，我有同即系我今日咧同啲工作人员分享呢个经历嘅时候咧，佢哋都喺度话咩你黐线，居然够胆讲呢啲咁嘅嘢。但系我嗰阵时就唔知点解系会咁讲咯，就好老实。即系我，因为我又喐唔到，又冇得走啊，剩啊，我唔知道我做啲咩，我就好老实咁讲个原因咯。我话我搭咗长途机，好攰。好似嗰阵时又系有啲病病地啊，我话 I'm sick， 我又咁样同佢讲啊，佢话 please， 我系有礼貌啲啊 ，please let me sleep， 佢话 you may find me tomorrow， 我咁样讲之后就冇事咯，吓、啊，你点睇吓？听下咩？又系试过一拳打落只鬼度，然后佢走去咬我，跟住就醒咗，有人话。咁黐线啊！通常我嘅感觉就系发生呢啲事情，通常就系喐唔到啊！我嘅感觉就系、是、吓，因为点解佢听日冇再揾我啊？唔知哦，可能嗰阵咁啱病，咁咪容易啲见到呢啲咯。可能第二日瞓得好啲，即系食多咗嘢啊，即系长途机适应咗时差，冇咁疲劳之后就。好返好多囉，之后就可能就因为咁我阳气劲咗，所以佢哋可能佢想嚟搵我都搵我唔到囉，有咁嘅可能性。你点睇呢件事呢？你觉得有几个可能性嘅。第一就係我觉得呢一个见到个白色好似一个女鬼呢一个呢，我就觉得可能係我发梦，即係发恶梦咁啱咪咁样，之后精神错乱諗到啦。定系你觉得系真有其事呢？吓、啊，你嗰下系点样咧？好，俾咗上个靓噶，睇下呢下会点做？喂，有冇十二码啊？黐线啊！我识啊，冇办法。又咩？我 FF 黐线啊！我点会冇啊？咁样作古仔话咩？
因为话发梦当灵魂出窍，我啲我都有谂过，但系咧第一件事我咪同你讲过话，我系出去问翻屋企人去煮咩食咩，系咪倾紧呢啲啊？咁啊讲中晒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就似灵魂出窍。咁你当然都可以话啦吓，因为有时咧你发梦期间咧，即系有机会系会听到出面啲声音，会影响到你梦境噶嘛。而的确系试过嘅，我记得有一次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唔知喺书展做嗰啲。做嗰啲 helper 嗰啲咁样啦，即系嗰啲临时工。咁咧之后咧收工之后，我仲走去朋友屋企咧玩通宵，玩到劲夜，跟住咧就一齐瞓觉啦，同啲即系男同学咁一齐，全部人瞓晒喺同一张床嗰度。跟住咧就唔知发开口梦嘅时候咧，就听到我啊梦见自己又喺翻嗰啲书展嗰啲场景啊，有人喺度问问题，就问我其中一个女同学个名，因为佢咧倾紧某个女同学嗰个话题，我当陈小珍先算啦。我又发梦咧就梦到我喺书展嘅场景，有个顾客咧就问我咩陈小珍喺边度，之后话佢想买，之后我吓过一跳啊吓，陈小珍人嚟嘅，唔系书唔卖得噶。之后咧，梗系听到咧，佢嗰个客咧就喺度笑，笑到劲加啦。我就系想买陈小珍，佢话我好想见佢，好想识佢，好想买佢。之后咧，我喺梦入边讲呢条友系变态，我就话陈小珍唔卖得噶，唔卖噶。之后又听到哈哈哈哈哈哈，之后咧笑，听到啲笑声，我自己喺梦入边又 feel 到怪怪地啦。之后后来擘大眼嘅时候，就见到咧隔篱嗰啲男同学咧吓，即系现实中啊，就见到佢哋喺度笑喺床度笑，哈哈哈。之后佢问我：你知唔知头先发生个咩事啊？之后我估到，我啱啱系咪同你讲过陈小珍嗰啲事啊？之后系啊，你话咩陈小珍唔卖得啊？咁样九唔搭八，唔知噏乜啊？咁样咯。咁啊，试过有呢啲咁嘅事情，我仲有试过发开口梦噶。有一次咧，有一排咧，即系我仲做紧咖喱鱼嗰间餐厅嘅侍应嘅时候咧，有一日咧，我阿妈叫我起身翻工定乜鬼嘢？之后咧，我就喺度讲啊，咩冻柠茶，咩酒甜，乜乜乜，我话咩，我就喺度照样啊，先生几多位啊？我话饮咩啊？冻柠茶小甜啊，好啊好啊，嗰啲咁样。之后我阿妈话你黐咗线啊，话你知唔知你又讲紧咩啊？佢话咩事啊？咩冻柠茶？你讲乜啊？跟住我话我发开口梦，即系咧做到傻咗啊，太疲劳咧，又会导致有呢啲咁嘅情况。所以究竟咧呢啲系真系发生灵异事件定系太疲劳呢？我就真系唔知啊！啊，又咩呢个我就讲过，又话又咩发梦都要翻工啊，晒啦！因为你人生大半部分时间都系。即系你朝早嗰啲时间都系俾翻工占据啦，所以好容易就系咁啊。尤其是你，我觉得你做咩餐饮业嗰啲啊，最容易发，即系或者服务性行业咧，最容易啊梦到呢啲嘢啊。啊，又话系咪话 inception 嗰种情况？我唔知啊，呢啲我就咁。你哋觉得我而家俾你投票啦，你觉得 A 即系你觉得我系发梦？定系真系遇到灵异事件咧？你哋觉得你哋有几多个人亦都试过遇到呢啲灵异事件啊？吓、啊，有冇啲咩经验可以分享一下，或者点样令到你确信咧？呢个世界系有鬼啊，或者有灵异事件？因为呢个世界咧，通常啊分两派，有啲咧就系无神论派，有啲咧就系完全又唔信有鬼啊呢啲咁嘅嘢啊。好。有啲咧就会话真系有噶，因为我遇过点点点。唉，可惜啊，啲阿落唔正啊。如果唔系有机会射啊，好。睇下点啊，吸上去，靓啊呢阿拨横 ，Adam 会唔会呢位施射吸过嚟？有机会啊，靓啊呢阿。又系呢啲叫清明梦，半梦半醒嘅时候先至会发产生呢啲幻觉。我系听过清明梦系你知道自己发紧梦先至叫清明梦喎。啊，
即系你喺梦入边可以操控梦境嗰啲先叫清明梦喎、啊。即系你话，我而家知道发紧梦喎，啊，我而家要变前面咧就有几个美女乜乜乜嗰啲，嗰啲先至叫啊清明梦、啊。你话啊，我而家要即刻有个婀娜多姿嘅美女喺我前面，即系点点点操控，跟住又全前面有咩葡萄美酒啊，喂你食菩提子乜乜乜。咁样呢啲啊，自己操控咧，啊设定晒所有嘢咧，呢啲先至叫清明梦啦，啊，哦、啊，有啲人知道清明梦，即系你我有听过啲朋友系咁讲，佢知道自己发紧清明梦，即刻试下跳楼，跟住佢咩痛到黐线，佢话咩嗰一刻怀疑自己系咪即系搞错咗啊，佢咩好痛。之后即刻醒翻，之后吓嗰一跳，之后佢话咩？以后就算发清明梦都唔会再玩呢啲嘢。我都同意嘅，即系你唔好，即系呢个就系好似 Inception 嗰个故事咁咯。佢话咩攞啊咩，不如试下喺火车度碌过去，咁咪知道自己系咪发紧梦咯。我啊建议大家唔好做呢啲黐线行为啊！你想试自己系咪发清明梦咧，就唔好搞呢啲咁样，即系揾其他嘢嚟试。冚自己两巴啊，轻轻攞个头撞墙两嘢咁，你都应该知道自己系咪发清明梦，就唔好玩到咁尽，走去咩跳楼啊，俾火车碌过呢啲啊，黐线嘅啊，所以就千祈唔好做呢啲咁嘅嘢咯，吓、啊。又咩唔好同冇发过清明梦嘅人同讲你发过，佢会笑你弱智啊，系嘛？啊！讲咩重阳梦唔系啊，总之系咁啊。嗰、那个清明就系咁嘅意思咯，即系好清明，就系好清醒，好啊明了呢件事，所以就叫清明梦，就唔同清明节系冇关系嘅，明唔明啊？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呢个系嗰个名词，真系咁样啊？唔系讲紧话咩特登系同清明重阳应节或者清明节特别而发呢啲啊？但你开酒店前会唔会敲门？冇啊，从来冇做呢啲事情啊！拍卡嘟咔咁样就入去啊！啲鬼佬都系咁啦，冇呢啲咁样嘅习俗，你意思啊？打搞晒咁嘅意思系嘛？即系同入边嘅人吓咁、啊、样同佢讲啊，唔好意思，打搅你两晚咁嘅意思。咁我系冇呢个习惯嘅啊！有时屋企撞鬼，自己一个喺屋企瞓觉咧，无啦啦跌晒台面嘅嘢。仲见到啲绿色光球咁恐怖，咁呢啲系几恐怖嘅？你话咩突然间啲嘢冧晒啊之类嗰啲，咁咧跟住咧，我咪话我系同啲在场嘅工作人员喺度倾偈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话我完全唔信，佢仲话咧咩？佢有一次做嘢咩喺泰国做嘢，跟住咧间酒店咧，佢咩喺 Google 一打就话咩十大泰国猛鬼酒店。之后佢话咩照住冇乜嘢啊咁样讲，之后咧佢仲话喺度，大家喺度出咗啲情景题，佢就话咧啊，我曾经识过一个朋友，即系咧好耐都冇拍过拖，即系出咗世以嚟啊，一路都识唔到女朋友，之后咧终于识咗啦，咁咧就同女朋友去旅行啦。跟住去旅行咧，就去又系去唔知咩台湾，跟住咧就咩 book 一间咧贵嘅酒店，嗰间即系一个连锁世界嘅集团酒店啦，咁样谂住话吓 book 啲 high 卡酒店氹下女朋友啦，咁样，跟住点知咧就原来咧佢跟住 book 完之后咧，佢就同翻我嗰个同事讲啦，即系今日倾偈个同事讲。之后咧，跟住我同事就话你自己 Google search 呢一间台湾嘅名贵酒店啦，自己 Google 一打。之后咧就即刻又系咩台湾咩猛鬼酒店咩咩猛鬼撞鬼事件唔知乜乜乜又即刻显示咗出嚟。之后咧呢、這个男仔咧就为免咧女朋友咧就话即系话佢咁唔细心啊 book 埋呢啲咁嘅嘢啊，毕竟第一次拍拖第一次去旅行。於是乎咧，咁佢就决定咧就系再 book 过另一间酒店，即系嗰度嗰笔费用咧就。当冇噶啦，就系、是、唉跌鬼咗啦，咁样就再 book 过另一间咁样。喺呢个时候咧，大家都系讨论紧呢件事啊。如果咧你又谂住去同女朋友去旅行嘅时候，梗系你唔小心 book 嗰间酒店，原来系猛鬼酒店嘅，你会点咧？
咁其中一啲唔信邪嘅朋友咧，就会话咪照住咯，系咁讲，冇嘢噶啦，呢啲我不嬲唔信呢啲嘅，冇嘢嘅，咁样讲吓。跟住有啲人就话梗系唔住啦，即刻退咩塔订噶啦，呢啲点会住啊？黐线嘅啲咁样咯。咁你哋会点做咧？会照住定系塔订咧？咁样咁佢就话咧。上网睇过有啲咩恐怖酒店咧，就系会咩见到啲门自己开开闩闩，冰冰白白啊，话咩泰国有啲酒店系咩成条黄色嘅符喺个楼梯中间嗰啲咁样抌落嚟啊，嗰啲咁样咯吓。咁、我就唔知佢住边间，佢冇同我讲泰国边间啦吓，亦都冇讲嗰啲酒店名。又系咩咁？我会唔会照住啊？睇下嗰我会。你会睇情况而定啦，不过如果有啲唔好嘅评语，我谂我都系避之则吉啦，仲走去咩？大佬去旅行去开心，你自己心入边即系心中有鬼都玩得唔过瘾啦，我死啦！下下发生一啲唔见咗嘢，又谂系咪发嗰啲嘢搞你咧？你都惊惊地啦，夜长梦多，我就可能会转啊，老老实实啊。有咩又话唔惊鬼啊？唔惊冇啊？唔惊，但我唔想有呢啲咁样嘅心理阴影凝住我玩喎、我份人咧就好小心啊，即系发生有啲咩事，我又会突然间谂下之前嗰啲原因啊，点点点点点。有人试过撞鬼见到啲高达模型识喐嘅系嘛？有位兄弟好痴缠，就讲话咩我会好开心，话咩耶咁大个人终于撞到鬼了。你而家未见过，梗系咁讲啦。见过下你啊，觉得好紧张，好似我嗰次喺美国见到，我都吓一吓啊！突然间个心样都嚟一嚟，我发生咩事啊？从来未见过呢啲咁嘅嘢。咁咧，我觉得我个经历咧系同《遭造奇妙冒险》啊，嗰个作者荒木飞吕彦咧系曾经讲嘅嘢系一样嘅。佢呢番话咧就曾经喺《编者的话》即系单行本嘅，即系嗰书皮咧，咪通常就会有个作者个麦头，跟住咧就写几句嘢啊。鸟山明嗰啲啊，成日啦，鸟山明就有个机械人笠住嗰个毒气嗰个猪嘴面具喺度噏，次次就话噏咩同个仔去边度旅行啊，或者话咩啊，我感冒，所以咧就拖稿点点点。咁啊，咁啊，荒木飞吕彦咧就有一次咧就讲啲咩咧，应该系第24、27期左右啦，系打 D.O.佢开锣嗰阵就讲过嘅，佢话咩曾经遇到一个女鬼又喺酒店，哇去酒店，跟住咧又系同我一样嘅，话喺外国嘅，见到咧佢系有个女鬼啊，又着啲咩白袍啊、长裙轻飘飘、金毛嘅咁样飘过，之后咧佢话咩当时咧佢话咩见到鬼咧，佢又系同你讲一样啊，咩有少少有点而开心啊，觉得见到灵异嘢。但可惜又真系好攰，很累，很眼瞓。最后话咩不敌睡魔，决定继续瞓了。跟住咧就系、结果只鬼咩好伤心，咩头耷耷咁样就走咗，即系好伤心。现在想起嚟，觉得咩应该同只鬼咩 say 个 hi 类似系咁样啦。我唔记得结尾系咪咁啦，总之佢就话啊有啲可惜啊，冇同只鬼倾耐啲咁样啦。你自己睇翻啦，应该系打 D.O. 嗰阵嘅啦，廿几期，自己慢慢逐页编者的话。如果你有操睇有草呢个遭造，你揾翻就肯定记得噶啦啊！我冇乱噏，我一定系记得系有一派系咁啊。点解我记得？因为我嗰阵时我系租漫画。所以租漫画咧，我通常同即系你4蚊租一期啦，咁你梗系睇个旧本同一期咧，抡到爆晒，因为你唔系买啊嘛，你嗰即系蚀惊蚀灼嗰啲，所以我系会狂睇，睇到烂透靓到抽筋啦，呢下完美准确时机一直棒入袋。咁咧，所以咧就我系睇咗好多次，即系嗰啲编者的话，咁同埋嗰一个特别有趣嘅故事咧，就特别深刻，所以咧我系记到实一实嗰样嘢嘅。不信嘅话，你自己吓我第一期开始睇，一定中，一定有一期系讲呢一个。
唔会去到咩东方象座嗰度噶啦，总之去到成太郎嗰部咧，一定会出现呢个编者的话，而系讲撞鬼事件嘅。信不信由你，我系有超忆症嘅，即系我一讲话呢啲系个剧情系点啊，咩睇咩蜡笔小新，我噏到嗰啲对白咧就一定系真嘅，就一定唔会系错嘅。呢个系我对我嘅记忆力嘅自豪啊！又话真系第27期好劲。劲嘅就系咁啦，呢啲就系咁犀利。我背漫画，背呢啲咩卡通片剧情啊，呢个系我嘅自由。如果有人 challenge 我，我一定唔会怀疑我记忆，冇可能，我就会同佢讲话系咁就系咁，一定唔会错。我以我嘅后脑，我嘅脑袋发誓，一定系啱嘅。啊，好、啊，有咩记无聊嘢啊？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就係咁樣囉，呢啲就係我對靈異事件嘅分享啦。咁目前呢就係咁樣，有機會呢就再同呢大家講下啦。咁呢最近呢講下啲新聞啦，尋日有講咩特朗普啊嗰啲美國新聞啦，今日呢亦都有呢有另一單美國新聞呢就有發展嘅。咁大家知道 Me Too 呢一件事係點樣啦 ？Me Too 呢就係一個女權運動，就係講呢有個女仔。有个唔知都系电影圈啊娱乐圈嘅人啦，咁咧就系、是、发起咗呢个运动，就系讲咩咧？就荷里活就成日有呢啲咁嘅性侵事件嘅，咁咧最主要咧佢首当其冲咧就系、是、告咗个监仔，佢话咧呢个监仔咧就成日咧就要即系类似强即系威胁性啊半威胁性咧就逼一啲。即系女演员啊，等等等等嘅上床啊，嗰啲咁样啦，例如话哦，你想演呢个角色啊，或者点点点咁样。咁 Me Too 咧就系发起呢个运动，就话表示即系啊，大家如果喺啲社即系曾经受过呢啲咁嘅对待啊，或者性侵事件牵涉咧，你就喺自己社交媒体度打嗰个 hashtag 井 Me Too 系咪啊？咁咧最近咧就发嗰、那个咁啊开始调查啦，啲差人啊嗰啲咁样喺度调查咁样啊，或者审问啊咁样啦。咁咧我今朝早咧睇新闻，我倒塌咁早起身喺度睇，咁咧见到咧就喺度盘问嘅，咁啊盘问咧其中咧就上庭咧其中一个女仔就系主张要告人嗰个啦，咁喺度讲呢件事啊，咁啊作供。咁咧就另外被告咧有两位嘅主要被告啊，一个系监制，一个系咩我唔鬼记得啊。咁咧其中有一个咧靓仔少少，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啊，因为今朝早都赶住出门口，一路食早餐一路睇。咁咧佢就坚决咧系唔认嘅，佢话到而家都唔认嘅。跟住咧同埋咧而家事件咧峰回路转嘅。嗰、那个女仔啊，即系原告人啦、啊，亦都俾人有俾人咧告咧话佢有性侵过一啲唔知男。仔定点啊？男童定乜鬼嘢？我唔系好记得。佢都有牵涉咩性侵人嘅啊？咁诶，有啲人就喺度话佢啦，你就话人哋性侵，但系你自己又性侵人、啊，咁样类似系咁，所以一件事咧就变到咧比较错综复杂。究竟边一个谁是谁非咧？就暂时咧就未清楚咯，吓、啊。咁啊，呢个呢就我今朝早匆忙睇电视咁样得到嘅信息啦，咁可能有错嘅，即係你就以自己睇电视啊或者睇新闻报道为准囉。但而家嘅审问呢就开始呢白热化。咁通常美国呢啲审问呢就会通常会挖到好多新即係内幕啊或者其他新闻出嚟，好似呢个女仔本身系原告人。而家咧就會挖到佢之前本身都好似有前科或者涉嫌其他性侵案件。咁當時咧，咪特朗普啊同啊邊個選希拉里啊鬥選總統嘅時候，又係咁樣啊，爆爆下咧，兩個選下佢咧，兩邊啊互爆新聞嘅，又話咩特朗普勾結俄羅斯乜乜乜，跟住咧希拉里又話咩嗰啲咩 email 泄露咗出嚟啊，或者點樣就好興係咁樣咯，嚇、啊！嗰啲黑材料啊，系啊，会系咁挖晒出嚟啊！美国就系好兴呢啲咁样咯，啊！阿咩嘢点睇？你对于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啊？你嗰个咩 Me Too 嗰个案件啊？啊咩 Donald Trump 有试过性侵，好似系咪啊？嗰我唔记得咯。Donald Trump 都嗰阵时选总统嘅时候都好多人讲啦，系啊，好似有话咯 ，Donald Trump 同啲咩女仔发生过咩关系之类之类嗰啲咁样咯，
呀，美国好多时都有呢啲事件啊，难辨真伪。呀咩啊？我有达哥黑材料，有边度有可能啊？黐孖筋，唔好乱笠廿四，冇可能，又唔好意思 ，sorry， 老 sorry， 你系唔会揾到，因为根本冇啊！你揾一世都揾唔到，咁就系咁样咯，呢一样嘢就系特朗普咧，就唔知我最近有睇过一幅图都好笑嘅，就系咩将特朗普只个把口 key 落只眼度啊，咩分唔出，因为佢只眼成日讲嘢嘅时候就眯，唔知点解好中意眯眼喺度讲嘢，即系同我讲，我寻日就讲佢一个好中意做嘅手势，跟第二个眼神咧就好中意眯住眼喺度讲嘢，咁咧同埋咧你留意一下佢只眼睛嗰度咧，唔知点解特别白雪。你有冇留意到啊？好奇怪，我开头咧就谂住系咪化妆师出咗事定乜鬼？点解成日眼球嗰个位置你咧？一般人咪话咩啊攰有黑眼圈，即系熊猫眼嗰个白噶。哇！你有冇留意到啊？白雪雪围住嗰个眼啊，卧蚕啊，即系眼皮位置啊，眼睑嗰个位置咧，点解白雪雪噶？我又好奇怪，究竟点解会做到呢？系嘛？就算你话咩眉毛啊，即系眼睫毛白，但系佢嗰个眼皮位白嘅，好特别。所以我每次咧不自觉都会好留意到佢只眼，因为 highlight 咗嘛，即系嗰个化妆嘅技巧上就打个光影，就会特别咧令嗰样嘢突出咧，你又会好容易睇到啊。有咩白眼圈啊？我就系唔知点样做到啊！我想修炼呢个白眼圈神功啊！唔知系咪戴黑超啊？戴得多咧，即系得嗰个位咧就冇俾人晒到定点样咯？你有冇人知道我点样形成？你有冇留？首先我想问你哋有冇人系留意到特朗普系有呢个白眼圈呢个咁嘅嘢吓，好吸引我吓。好，我依即刻后抽啊！我食啦，一后抽俾我就嚼啦呢下。好，睇点啊？会唔会顶过嚟？我想食环啊，但系顶唔到啊！特朗普是照灯，他说呢他又有照紫外光灯，所以呢他说你看到特朗普的肤色他是白人，但是橙橙地就是因为他照灯，跟着照紫外光灯想晒黑一点定怎样，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個照紫外光灯期间戴黑超，因为怕隻眼照到盲定怎样，所以呢他就会这样，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跟着就那个肤色呢就所以就出现不均匀的现象。啊咁嘅意思，但我就觉得嗰个咧又唔系大到好似黑超咁样嘅，佢就真系啱啱好就系个眼睛、眼皮嗰啲位置喎。你话黑超边有啦？黑超啊咁啱啱好就系喺眼皮个镜片啊咁细旧，我啊觉得好少，所以我觉得都系唔知啊，可能佢天生异品啊，即系呢个就系可能。啊咩项羽又有咩相同，通常做得国家要员嗰啲咧，吓个样咧都有啲特征啊，或者点样咯，咁所以我估可能我就睇下，可能佢个人本身有少少咁嘅特殊特征啊，靓啊呢下吸我系靓啊，啊。又系咩紫外光灯个眼罩好大，个样好似胸围，我未照过，所以我唔知啊呢样嘢。总之就系咁样咯，呢个就系我对特朗普嘅留意到一样嘢。初时以前嗰个白眼圈冇咁严嘅，而家呢即系近几排咧就系出咗好多。一开头选举或者可能我冇咁留意啊，而家咧一远睇我已经见到只眼系浅色咗啊，嗰啲咁样啦。照嗰啲紫外光灯会唔会生 cancer？ 做咩佢要照？即系佢觉得咁样好睇啲咩？吓啊！呢、這个鬼佬系好中意咩高听嗰啲，佢哋叫咩听啊？定咩天啊？佢哋好中意话咩啊？中意照，佢哋又唔中意自己白雪雪。但亚洲人咧就成日千方百计咧就整到自己白雪雪，但系咧佢哋咧鬼佬啊白人咧又想整到自己咧就啡啡地嗰啲咁样啊！
好，你点睇啊？有啲人话鬼佬有啲都好中意黑头发噶，我以前睇过一本，唔知我英文堂要读嘅一本咩 reading 嗰啲古仔书咋，讲话唔知有个女仔话咩啊，天生黑头发好吸引啊，颠倒众生。今日个 miss 就喺度即刻借啲耳喺度做思想教育，佢话你睇下你班傻妹。啊咩啊！成日走去话，一放暑假走去染头发，点点点。佢话你睇人哋鬼佬又千方百计想要个黑头发，你哋就走去破坏佢啊，点点点嗰啲咁样咯。我唔记得嗰本书系咩咯，都好出名嗰啲咁样嘅。你细个咧有冇英文堂有冇要读咩古仔书？其实我觉得读呢啲古仔书系几开心，咩 reading。但系咧，有时咧好嘥钱，根本冇教晒，好白痴。唔知教一两个 chapter 咁啊算数咯。但系我有啲老师咧就真系会教晒。佢话我每日，我话我净系会佢咧就上堂极快速喺度读个读，之后咧佢就会叫你得闲咧就要自己睇。好。哇！可惜啊！咁咧之后咧就嗰啲古仔书咧就喂做咩事啊佢步咗走啊佢我谂我应该要入嘅嗰一球系嘛所以计翻佢话点会唔入啊呢球咁样又见到我出咗雷兽射球啊！咁咧就啱啱讲到边啊？讲到话嗰啲古仔书，嗰啲 reading 咧，话好嘥钱，即系教少少啊，唔教。例如咧，我当中啊，呢咁多年嚟读嗰啲古仔书咧，其中我觉得最好睇啊，《汤姆历险记》。之后有读过咩福尔摩斯，又有读过咩有一本侦探小说叫咩《Thirty Nine Steps》，都几好睇嘅，咩39步，跟住仲有咩？咩环游世界80日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之后仲有宝贝小猪乜？咁啊，我好记得咧，吓福尔摩斯咧，其中有一集咧就讲佢输咗俾条女，就输啊咸湿啊，我好记得就系咁啊。咩嗰一条女好靓，我好记得嗰本福尔摩斯第一。个古仔就讲福尔摩斯输咗俾个女人，唔知个女人要离婚定点样之类咁样啦，即系成功离婚兼攞晒分身家嗰啲咁样。咁福尔摩斯咧就衰咸湿，觉得佢好靓，点点点疏于防范。之后咧，最后咧就嗰个女人咧就寄咗封信话，其实我一早知道你系福尔摩斯啦，查我咩扮鬼扮马。之后跟住福尔摩斯话咩呢个就系佢人生中唯一一次输咗。即系当时咧，由于我之前系从来冇睇过福尔摩斯，一路咧就系啲睇啲咩卡通片啊，咩柯南话咩好劲啊，即系永远都侦破案件啊，好醒目，咬住个烟头，巴拉巴拉巴拉。跟住咧，点知我第一个 chapter 就见到，原来佢因为衰咸湿输咗个女人身上，即刻觉得哇，咁都叫侦探之神，即刻对佢嘅印象咧幻灭晒。有人记得呢一样嘢？啊！诶，嗰阵时又唔知咩抌，我记得第一集讲佢唔知抌个烟雾弹定乜鬼嘢咯，嗰个计谋劲白痴，抌个烟雾弹落去，唔知咩扮火烛要偷啲咩文件，跟住咧就跟住后来咧嗰、那个女，好似嗰个女人咧就话咩扫地嗰阵时见到有个樽就知道呢个系烟雾弹，我心谂咁低能嘅、啊、你咁样抌烟雾弹系人都知道啊，大佬，即系我话呢啲嘢，人哋见到个樽都知道你咩事啦，唔系真系放火，点解咁醒蠢啊？福尔摩斯啊！有咩英雄难过美人关？又话唔系觉得遇到知音唔系，我对佢即刻印象差好多。以前觉得福尔摩斯好型。咁啊，差唔多啦，我哋系咪时候都转个游戏先啊？啊，玩咗半场啦，玩咗半场啦。但系算啦算啦，你玩唔到比赛啊算。我做下啲卡，我哋凑，我而家咧就揾咗啲新嘅，我又赚咗啲包，我又赚咗啲包，我嚟俾大家睇下。Viva Ultimate Team 啊，抽卡
啊？好，睇下点啊，而家佢。我昨晚打到好夜，又要搞个沙漠，又要搞呢啲，即系搵呢啲包嚟抽，赚啊呢啲咁样啦。为咗俾你睇，该注视的球员话屎浪九啊四，呢啲点会到我手咧？我咁克制，呢啲俾我睇冇用嘅，希望我抽到啦。好，好嚟啦，准备。诶，最高出价喎！我买咗个，我买咗个，我买咗个人啊！我咪买呢啲咁嘅炸制嘅，你话七啊九点解你买啊？因为佢速度87，我只能够靠呢啲咁嘅，即系有少少速度嘅废柴嚟组队咯。好，系啦，浏览组合包。诶，时间关系啦，咁你又见到我已经系整咗四个呢包啦，咁大家食粥食饭睇呢次啊，睇下我咪抽到啲 C 朗啊、美斯啊之类。好，第一次机会，滚噶，开门啦，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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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唉，呢个国家都唔知咩人嚟，咁老甩头发都唔方劲啦，得吓咩咩咩。都唔知咩 Renan Bresson， 唔知乜水啊？咩踢紧咩超啊，大佬？白俄罗斯啊，跟住呢啲法国都唔系咩劲人咯。呢个葡萄牙咧，艾斯宾奴呢个 W 亮个样咁样，我话吓，可能系中国啲教练定咩？因为今年有中超嗰啲咁样。好，第二个机会啦。狂啊！开门 ，bang 整到门出嚟冇门，唉！呢个哇，劲屎喎，75啊，中间虽然系克罗地亚，但系应该系后备咩拿高域啊 ，Rakovic， 跟住查韦咩加西亚啊，呢啲全部都系。渣仔嚟啦，唔使讲啦，冇一个系一班嘛，好啦，咩混合合约球员包，好似系啲道具嚟嘅呢一个，好呢、這个所以系乜唔使睇啦，最后一次机会，两名球员组合包含两名球员，一名为稀有，一名为斯朗拿度或美斯，好，点解唔可以两个都稀有？开门。哇！呢、這个叫稀有啊，唔系啊嘛，大佬啊，边度稀有啊？睇过吓、啊，哇！呢啲银牌都够胆摆埋喺度，即系唉，真系抽到啊，抽手到不得了。咁啊，咁样啦，啊，抽包完毕啦，下次又再下、啊、星期睇下有冇啲咩赚，又有啲咩活动赚几个包啊，再话俾你睇。咁嘅时候咧就转个游戏先噶啦，辛苦晒各位队友啊！咁咧呢幅图咧就系、是、由呢一个嘅老女孩的啊，呢、這个又系呢个刘金，跟住咧呢一、這个咧就冇写名嘅呢位兄弟，我记得，跟住呢个咧就系叻腰兄弟，跟住咧呢个就系 Small Candy。新啊！呢个系老女孩的打工生涯兄弟所画嘅。咁请等等，转过嚟先，请等等啊！
因为生日啊，姑姑生日快乐，邝思俊生日快乐，陈小珍生日快乐，埋针锋生日快乐，仲有边位？陆木生日快乐，李善勤生日快乐，谭微微新婚快乐，仲有边位啊？吴奇隆生日快乐，智仔生日快乐。Kiki Lo 生日快乐，陈仲谦生日快乐啦，杨卓谦生日快乐 ，W 亮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啦！由于时间嘅关系啊，我已经咧就过咗好多日，兼且练咗好耐功，仲有我今朝早唔知七点几啊要起身啊，咁咧我就已经系练晒功噶啦。呢度有几点？我已经打咗幅头噶啦，即系今朝嘅幅头。后屘大家睇下啲招式嘅，嗱呢招已经去到中级啦，女门顶差咪不嬲中级啦，跟住再仲有呢招奔山枪啦，你会见到转身咁样顶落去，太刀下我唔知道有咩变化，可能出刀快啲啊。跟住仲有就系呢个海通啊，本身系好似鹌鹑咁，而家系成个咁样坐落去打人，好有逼力，会嘣一声，好好听好多。跟住呢招争啲练到爆晒啦，苦练亦都练咗啦。跟住土蜘蛛亦都练埋，咁啊争呢啲呢一招啊未练好嘅，跟住就差唔多啦吓，咁啊练到好多招咯，好劲。有咩 out run 爆咗未？呢度冇 out run 嘅，呢度得 hang on，hang on 系一个电单车 game，out run 系有赛车 game， 有条要载条女去赛车。好嚟啦！而家又要去揾工啦，即系而家时间可以流逝嘅啦，啊！喵！太空下嚟爆微微啦，佢个操控咁白痴，调转咁嚟点玩啊？即系只 game 都要你。本身已经难，呢啲 game 本身已经难玩嘅啦，仲要加埋呢啲咁样让个电脑今日心情好，抽多次个阿婆，呃钱抽牌，好嚟啊！睇下呢，我咪抽到啲好嘢。两弟弟系咪要抽嘢啊？你有冇发现咧？日本人配音啲阿婆一定系配呢啲声啊！喂，系点啊？啊，你觉得？你觉得真正的阿婆是不是真的这样发声？我觉得好少。好，一等，我真的食屎，你已经连续呃了我很多次。哎，你应该啊，寻日来，哇，你应该昨天来的，咩意思啊？吓，我有冇睇错？即系你寻日嚟就抽到啦，即系你会隔日出千系咪咁嘅意思啊？有啲日子咧就会完全唔摆。唔摆中奖嗰啲啊！我啱啱有冇睇咗？佢系昨天来，我见到系吓，又话可能系 bug， 我眼我以为鬼暗眼定咩睇错字，咔嚓，抽多次唔抽啊，抽唔到啊算数啦，有拆嗰间铺佢啦，唔等又唔等，跟住俾个烂鬼扭蛋嚟，我已经第唔知几次中扭蛋。你第一抽到啲咩啦？好，嚟啊！我抽到呢个咁嘅嘢，白有冇人抽齐晒？你哋爆机前系咪会抽齐所有扭蛋？我想知道。而家我只系抽咗一二三，都唔齐喎，有冇可能抽齐啊？吓啊！我已经抽咗好多，录音带都未齐，好抽咯。而家做正经事先。山口さん，哦，你啊梁，梗系问佢咩翻即系翻工嗰啲，佢又会狂话。我得翻十五分钟啦，唔再讲啦，因为我要赶住搭巴士。在这条路行下去是最快的了，就可以仅仅在15分钟讲到
前提你唔可以棘喺嗰啲路中心，一棘咧你就玩完噶啦。好，跟住扭到去转咗，逛逛逛逛逛，仲有十分钟啊，赶唔到巴士又要等半个钟噶啦，迟带到噶啦，又唔好话迟带到嘅，又我冇约到人。好，啱啱好嘅，你睇下时间系我计得好好嘅，因为我已经玩到好熟了，我好急不及待用啲新招去打人。攞啲咩龙毛霜啊，或者咩虎身兵打人哋变猪头。虎身兵系后前前搭，但系你呢个老虎啊，你哋话系老虎，但我一画到一劈嘢都睇唔清楚，你有冇见到？只手唔知点样，嗰件，总之你睇落去个身体都怪怪地，一劈嘢咁样啦。老虎点会啊白啊白中间又搭白色咁样，正常咧成身黄啊，佢嗰只又唔系黄，啡啡地咁样。有咩继续攻啦，陈贵章，可以啊，实会有嘅，继续 call 佢咯。呢个系咪我电话？好。61564啊个电话啊，好，615，揿啦喂，做乜鬼嘢？嚟啊 ！Go go go go！ もしもし。七加六天，跟住就系九条路啊！突然间唔记得噶。九つの六。哈哈，那六七。我噶六通。我噶通。第八倉庫得啦，呢个已经讲过好多次，认得我把声啦，契弟。お待ちください。何の用だ。想沟你啊，陈贵章。千太千太。啊，我唔系想揾你啊，老豆，我系想见你。因为见你啊，如果你坚持嘅话就来吧。好，系啊。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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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来吧。实 Q 又会唔认得你？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好似 loop 不断喺度 loop， 呢个乞衣，跟住问佢有冇嘢做，佢又话我睇嚟有冇工作啊，又讲埋重复嘅嘢，呢个死僆仔啊，喂，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嘿，あの，ごめんなさい、ちょっと、所以俾我好好休息，一夜打你落街你，永远长眠，呢啲 OL 都倾过偈啦。汤姆又系废，冇介绍到啲工。汤姆系咪话咩可以喺佢嗰度翻工？啊 ，Kimi， すいません、新太人に会いたい。得啦，收爹啦，你乜水啊？ハズキと言います。我讲嘅信啊，巴语。我等了你很，咦，改变咗，等了你很久，先生。啊，好似有礼貌咯。喂，你都要循例要问我证件啊，系嘛？我话我叫巴月就系啊，系嘛？你唔使查人哋身份证嘅咩？好，系咪呢度咧？好似系呢间啊，系咯呢度啊。你一见到呢度，如果冇剧情就系佢就系讲嗰啲废话啦，应该又系话咩你过唔得闲揾，唔得闲理你啊，点，即系佢叫你嚟，但系又耍走你。Oh my god！ 我想问你一件事，我冇时间再听你胡说八道，都未听我讲就咁讲。So ka。听唔明啊，工人嚟先啦。とっとと出て行け。如果佢系有工作嘅做嘅话，点解唔介绍我咧？啊，直接问贵章喂，边度有公开啊？因为反咗面啊，佢唔鼓励我报仇定乜鬼嘢，好似。好，
究竟陈大人系做嗰啲咩工作嘅咧？你有冇人估到啊？其实系做紧啲咩狗屎垃圾，卖嗰啲咩古董？佢好似喺度勾结咗成队嗰啲保安啊，嗰啲咁样嘅。好 ，go 而家要去咩第十八仓库揾人哋做嘢。阿陈大人系走私，我系啊，可以啊，可能系啊。哇，呢个人嗰架单车几特别喎，啊，运紧外卖啊，系啊，我跑得快过你嘅，你攞电单车够我快咩？废柴，即刻整停你先，可唔可以倾偈啊？得，因为我跑得仲快过电单车。呢、這个黑人 ，Hello，Sorry， 又赶时间，好冇礼貌。睇住自己又望个海都叫赶时间，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口。喺度咁样望嚟望去，一睇就知唔系做紧嘢啦，赶时间啦，个大话都讲好啲啦。第十八呢个一至十一，佢十二至十七啫，咁十八喺边度啊？啊？Number， 我而家又要去在十八号仓库与他见面。十八号仓库哦，呢度一开波嗰度啊，我记得。又系咩？陈太太夹点解咁讲啊？你觉得佢阴阳怪气，的确有啲似嘢，似啲公公嗰啲咁样啊？系你咁讲咧，又即系我又话时话又系嘅。不过公公咧，通常咧就头发好茂盛嘅，因为佢通常咧男人甩头发咧，嗰啲荷尔蒙咧谷咗上，男性雄性嘅荷尔蒙攻击头部咧就会咁样嘅。好，木嘴。Hello， 南大。我要揾工啊！我哋有工人啦。去边度请人啊？你系咪高中生啊？嗰嚿好少请嘅，见到有啲搵工喎，有啲人啊，十二号啊，好似啊，加我计去到十二号系冇人。咁咧就啱啱我讲到啦，雄性荷尔蒙咧攻击头部，咁咧先会甩头发嘅。咁啊，陈大人如果系太监嘅话咧就。大家都知道太监咧将会将佢嘅龙珠啊摘除，咁摘除咗之后咧，正常咧就冇咗啲咩高丸酮啊嗰啲咧，咁就会吓、啊，即系身体少咗呢啲咁嘅吓物质咧，就正常雄性荷尔蒙咧就会比较少，咁咧就理论上就唔会甩头发咁样嘅。十二号呢、這个系十二号仓库系咪？好嚟啦！我记得上次系咪嚟过呢度，梗系揾唔到嘢。咩？你有个不良啊嘛？佢话，跟住喺度行又冇路行，呢度又冇嘢，系咪要喺呢度兜下圈定点啊 ？Over， 有冇人知而家要点做？唔通呢度唔系十二号出？诶、欸，又系呢、這个呢、這个僆仔俾我打到一扑一碌嗰、那个。唔知，诶、欸，对我晒冧咁啊！诶，你啊，你睇你好似有啲忧郁喎，系咪有问题啊？啊，等啊，小弟帮下你啊，系啊，冇错啊。关于呢个港口嘅所有事，我都好清楚噶。无论系咩问下问题啦，我想喺度揾工啊，应该点做啊？我想做个水手啊，好型喎！对我个人嚟讲咧，嗰样嘢真系唔啱我嘅，晕船啊！够啦，哎，等，我会帮你噶。我识几位啊，负责货箱嗰啲啊，工头噶，系咪真噶？我会为你咩都做啊，大哥，你会帮我问啊？
好，呢个总同我碰头啦，喺一号仓库嘅蓝色大门前。中午十二点一，喺苏格嘅蓝色大门。系，兄弟再见。噔，一嘢就冇咗咁多版啦，黐孖筋，我都唔知道我要做啲咩。咁罗雪涛会替我找到一份工作，明天中午一号仓库蓝色门前。ここで、いや、哎呀，我钓鱼钓得多唔多啊？跟住人哋话呢度地方唔好，佢又几得闲咧，问人哋多钓鱼钓成点，钓鱼好唔好啊？喺度问人哋，啊，呢啲工头啊，唔好嚟打扰我，好多外国人，点解呢度吓？横衰河好多鬼佬，呢度系咪又入唔到去啊？啊，啊，嗰度等阵等阵，呢度系禁区嚟噶。好、哦，又当狗一样。咁而家系咪冇嘢做就等，又要等到听日十二点？嗯，你记唔记得呢度写咩啊 ？Mad Angels 啊，我哋就要追查呢一个组织啊！你知唔知咧？呢个咩 Mad Angels 咧？以前咧喺 DC 版佢嘅发音系咩密度啊？咁样讲，嗰啲日本人唔识读嗰啲英文定点，佢就定唔知嗰个录音有问题啊！所有讲咩 Mad Angels 就会咩密度，佢咁样讲。我冇呃你，如果你有玩个 DC 版，你啊肯定佢系讲咩密度。我好肯定啊！我话咩？我记呢啲嘢系唔会错啊！所以好奇怪咩密度。对乜鬼嘢？因为佢成日讲呢样嘢嘛，因为佢要追查，跟住我又好好奇咩叫密度。有啲人喺度笑咩密佬密佬，冇呃你真嘅，真系咁样啊！而家好似都系有时系咁样读嘅，你自己都听下。应该之后佢又会有机会会讲咩密度，话你睇嗰个影系咩事过。同埋有时咧，呢只 game 嗰啲音效咧，佢系冇咗啊！啱啱个汽水罐碌落嚟，冇声咁样咯。而家我哋要去边度？而家系咪嘥时间？打机又去打狠官？呢度有冇剧情？我哋兜循例兜个圈啦。呢个系一号仓库嘅蓝色大门。入去会点啊？ちょっと君、ちょっと君、許可がないのに入っちゃダメだろ。唔可以入嚟噶，离开离开。好，因为我想睇下呢度会唔会有啲咩剧情会引发，所以我四围兜啊，有冇人知道？吓、啊，呢度有冇咩剧情？冇啊，我翻去打机噶啦。吓、啊？好 ，over over， 有冇人知道啊？又话打 QTE 可以啊？呢度好似冇啊，睇嚟都唔方，唔觉有啲咩 event。QTE 第二部机未攞奖，呢个咩人啊？影紧相喎。Ano， 啊你好嘛？你系乜水啊？点解喺度影扮咩啊 ？Ano， 好休息啊，好累啊，自己影紧相仲休咩息啊？又系咩？搵工真系难，系啊，系好难噶。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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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呢度好多汽水机，两部啊，有一行两部，有一部汽水机。我咪打翻去自己屋企，我巴月家玩到冇嘢好玩，玩电话，都已经记唔到屋企电话，要抄喺笔度，笔记簿，哇咁多页噶，诶、巴月家，边个会听电话咧？零三七七四二，睇下。
睇下边个人听电话，如果冇人听电话，就知道嗰两个人反我。三七七四二 ，OK。老豆听啊，话黐线，乜事冇事？杜伯伯啊，靓仔咩事啊？有冇人打电话揾我啊？冇啊，冇人打嚟。好。阿亮啊，系啊，我知道你嘅感受，但系应该你要休息下噶。好多谢你啊，杜伯伯。唔使太担心，再见。唉，打呢个电话又搞到 miss 咗班车，又要等半个钟啊！真系黐孖筋。仲有咩电话好打？唉，是但打去，打俾阿望之女。快啲啊！唔系又打又收唔切线啊！咩22550？快少少啊！五啊！嗯，打个电话还打15分钟 ，go go go go， 快啲听啦，巴士到啦，八婆，快啲啊，嘿，呀阿婆听，喂，你个孙女喺边啊？哎，咩事啊？沟你个女啦，阿望喺咪度，喂，收线啦 ，cut 佢先，又未翻屋企，得噶啦，即刻收线，唔使同佢讲拜拜，得啦得，系咁啦。拜拜拜，你确定唔使打翻俾你就好啦。系，喂，仲咁多爹嘅阿婆，哇，开个门唔使开到咁慢啊嘛，大佬。喂，呢边啊，大佬，生死时速，巴士即刻到啦，啱啱好，好。这就是人生。走，日元期望11:30，日日都不回家。第一朝早都唔喺屋企咯，成日扮佢趁你离开咗呢个城市啊，走去即系即刻走做样。平时喺度扮咧好勤力啊，帮婆婆做嘢喺度做乖乖女嘅形象，实质成日去蒲。去玩，哇！好好有圣诞气氛，叮叮叮叮叮叮，好，好嚟啦！玩咩坑干定系 Q？ 玩一铺坑噶，一开一关噶，好，又换，嚟啊！今次要不断进步，而家第四关咧，我系即系最高纪录。之前咧就一路只能够 kick 咗喺沙漠嗰关，我希望系爆机。啊！而家咧最紧要话学识嗰个几时用杀制。我觉得其实第一关都唔使杀制噶啦，完全唔需要用，最多系放下油门就得。好。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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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270几 km 啊！好靓。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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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最快应该系领先15秒就系最劲噶啦。好，贴住弯心。哇，好险嗰啲契弟，即刻扭过去啦！唔好同嗰班傻仔喺度纠缠。好，超靓，你系完美入弯。26秒。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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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冇人可以超越喺我前面啊！好，呢个我系最佳时间，仲剩翻个零，跟住第三个，跟住先至要杀制嘅，否？之前都唔使点杀嘅，即系第三关先至要杀制。
好，黐孖筋争啲死啊嘛！好彩我急速刹制，摄入去靓。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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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放下停下放下就最劲啊，最高技术。好，嘟嘟嘟嘟嘟，哇呢度难嘛？好，哇死贱种，佢你有冇记得佢冚埋你啊？黐孖筋，哇黐线！哇点搞啊？好低 B 都冇人有，完全冇可能避到啊！啱啱我呢种状况，好冇摄住啊契弟，我又想转外档都转唔到，好扭到入去啊！一路贴实咗弯心，好。再过三部车，好靓嘅，灯烂啦，打靶仔，黐孖筋，唔死，系本身都有机会过到，就系嗰个木嘴车撞埋嚟。其实争少少，其实开始玩得好啦，主要就系第三关冚咗几步嗰个死贱种，你见到一二佢红色就系个时间越嚟越好啦。玩 QTE 啊，呢个都系要睇手神，睇你个状态好唔好啦。而家争几只 game 未制霸到，即系太空下利。其实我玩太空下你应该劲啲嘅，即系动作类游戏我系犀利啲。好，有咩好多弯都唔使放油，一屎屎啊！但系有啲车搞住晒咪要咯，廿万就有咩啊？哇！又冇个音效啊，死贱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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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已经开始有认知障碍。好。黐孖筋，唔好成日出呢啲啦！我争啲又揿错啊！哇，点搞啊？两下一开头未适应，噔咚咚咚噔叮叮叮叮叮，因为佢红个粉红色咧又同圆圈好似啊，你好难搞。诶，呢啲系最贱格车轮咁样咧，而且系两个唔同嘅。音到你臭，嘣嘣嘣嘣嘣嘣咚咚咚，睇下几贱格，好下流。滴滴滴滴滴滴滴，好，而家几多分啊？有排，有排都未到我哋要想要嘅200,000分啊！好，40,000+啊，即系大概1/5啦。继续出多啲箭嘴啦，契弟。beginner 就不如而家仲系，嗱又冇啲音效咯，好鬼贱噶，好多骚扰你啊，唔系赖啊，系的确会有影响啊。Green green， 你哇突然间又转吓死咩？变咗黄色，我一玩到眼都蒙蒙地。嘟嘟嘟，千祈唔好突然间，哇！你个箭种一嚟啊，即刻做呢啲圆圈交叉，使唔使咁狼啊？好，我争啲揿错啊，呢下已经争啲龟细。好，你见到我系特别慢嘅，如果一揿呢啲咩圆圈交叉嗰啲。我一定是去到最尾先按，因为我好怕错。我啱啱咧按身圆圈交叉咧，我肚好似会抽搐啊，好怕按错啦，又冇声效，唔好咁贱啦，出几多次啊，仲要
好，哇死仔包，我块面好痕都唔敢拗而家，哇！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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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连环搞，死贱种，乒乒嘣嘣嘣嘣，好。啲分数越嚟越难攞，你见到，因为我揿得慢咗，因为佢越嚟越恐怖，好难挨，如坐针毡。好，食屎啊你！想阴我？嚟啦，争少少啊，顶住啊！哇，系啊！哇，差啲咁错，食屎啊你！如果佢唔系咁样，我一早已经爆咗啦呢一个，佢唔系咁低啦，哇，喺加零都做得出，真系好彩啊！其实吊咗你一命，哇，又冇咗音效，食屎狗！好痛啊个脑，好，黐孖筋，我啱啱睄一睄分争啲死咗，你知唔知？千祈唔好做多余嘅动作，心如止水。啊！哇！突然间咁样嚟，好紧张啊！哇！啊！差少少就输啊！黐孖筋，系咪够分啊啦？但我好惊输，不如真系做多几次先。嘟嘟嘟嘟嘟嘟！哇！黐孖筋啊！你个脑黐线啊！连续做咁多下，哇！点搞啊？仲要错呢个都唔俾人谂。好，捻住拳头想揼佢，见到个 game over 都好火。你讲有路上来。你讲好劲啊！你赢得奖品啊！哎，可叻！哎，可叻！好嘢，赢多部机。多么？又制霸咗一个游戏啊！啱啱眼都争啲盲。仲啱咩太空下嚟，不过我係冇咩信心，好坦白讲。休息一下。眼都俾一眼休息。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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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呢个係边个啊，啱啱见到条女啊。你两个沟讲緊咩啊，Nanny， 你喺度做紧咩？我散步啊嘛，读书攰咪休息。我想做老师啊，教幼稚园嘅老师。我真系细路，我祝你好运。好，叮叮叮叮叮叮，好，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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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小心车死人啊，契弟，开咁快，行下呢条街啦，好耐冇行过呢边。未一呢啲酒吧麻雀，我想入翻去嗰个烂仔酒吧，酒吧喺边啊？系咪呢头附近啊？喺呢度啊？睇一个友仔会讲啲咩？过咗咁耐，俾我入，肯俾我入去未啊？啊！Closed， まだやってないか。仲未开啊，七点钟。我哋反正要等到八点先可以去到第二日。而家都冇咩可以做，占个卜咯，又系嘥钱。啊，如果唔系都冇咩可以做。唉，企街。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你想饮酒就去酒吧。失礼します。呢间开咗啦，咁早开呢一间系最早开嘅酒吧。
又系咩？啊啦，靓仔。你次叫见亲佢咧，就话咩靓仔，之后咧就会同你讲咩未成年，唔使讲咁多啦。你如果系真系唔想俾我嚟啊，赶我走啦。西条先生，冇嘢，冇嘢可以做到。好啊，呢个就争咁啲咯。可能因为佢未成年啊。如果你安排啲饮酒嘢俾佢，可能烦咗烦，即系惊唔可以咁样做。所以人中之龙佢就改晒佢咩喺黑社会啊，咩都做得咯，变咗。呢间寿司店我都未入过去，我都想去下。啊，可唔可以食寿司？宝苏士。Hi。是咪先？Yes, sir. 我不是来食，不是来食嘢啊！好多嘢做嘅，唔好喺度打搅晒。争咁啲啊！如果又可以食下嘢，会好啲嘅。其实我觉得，即系肚饿啊，等等等等。仲有呢、這个呢条街仲有咩去啊？阿望，哈士奇君，阿拉斯基，发生咩事啊？系咪咩事啊？打交，佢系咪黐咗线？成日都系喺度咁样。你机械人啊，你唔好谂住咁样呢啲就会，我又会感动啊。晚晚唔喺屋企啊你。跟住咧，热狗铺啦，我有圣诞装饰咯而家。乐乐红宝汉堡店，即系佢就想显示呢个游戏又有季节性啊，尖牙卜咯。ようこそ占いの館。天青石占卜屋啊！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お困りのようですね。你带来的困惑啊，系。我应唔应该帮你算命咧？一回300円になりますが。好啊，算咯。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何を占い？你想算咩类型呢？线索。幸运の鍵を。整俾个线索我。乌漆漆，乌漆漆，好似一只色素咯。我冇见到你新道路，咁样都叫占卜啊？佢话咁样收咗你300元，我见唔到你有道路，跟住就算数。お願いします。啊，终极呃钱。未来定咩赌博？赌博咯。勝利の扉を关于赌博嘅事，唔该。好啊，见到啦。あなたを勝利へ導く数字は前往胜利嘅数字系六ですね。好，即刻再去赌钱啊！佢波子机好。他にも何か占います。唔使啦，必须。Yeah. 好，そうですか。では困った時呢間諗咩神婆呃錢？じゃあまた。你哋你喺日本有冇見過呢啲咁樣嘅咩占卜鋪？我一定唔信。好，跟住係咩啊？波子機、老虎機應該話。跟住玩一阵，翻屋企啊，瞓觉，跟住就即刻去到下一日。Bob's Pizza 呢个咩啊？是咪声？是咪声？系咪喺边度见到你？呢、這个呢条女系想沟我，系咪喺边度见到你啊？冇啊，八月啦，啱啱个 number 系6号嘅。呢个系你嘅代币喎，先生。我上次用剩啲代币攞翻啦，18个啲代币，我想知道我唱嘅有咩用咧？即系你带唔走啊？六号机喺边啊？收得咁埋啊？系咪呢部机可以攞翻咩2T？嗯，好。一ベッド台でやってみようか。佢试一枚代币机器又换。遊ぶか。再玩几局吧，睇下先。
点样教我？我唔计 pay out 就系拣钱啊 ，bet 买晒啦，嘟嘟嘟嘟嘟，中，嘟嘟嘟，哇，即刻多咗啦，好，嘟嘟，呢个我幸运 lucky 机，梗系狂买啊，刮刮嘅提子，诶，中咗咩啊？中咗几蚊鸡？狂买啦！呢、這个时候一定系买晒五条拎，又我最幸运 super， 咁都唔中有冇搞错啊？啱啱如果落一格，唔知道有几多钱咧？咩 super 一百个有 ，dude， 哇，系冇钱唔系啊？明明咁多 super， 仲有门人啊！黐孖筋，整好啲啦，整个七七七过嚟啦，逛好争少少七七七，我本身十八个而家都有赚，逛好又赚咗几个。其实我咁样中咗七七七，我想知啲代币系咪可以换翻钱？七，哇食屎！绿色七同红色七有咩分别？而家蚀紧钱咯，阴公咯，唉，会唔会贪字得个贫？又话我啊幸运数字，唔系俾我输住走啊！去到我中一次七七七，我就走啦。讲真，光。哇低边啊！嗰巴唔系已经连成一直线嘅咩？最后两次机会 ，super， 唉，最后一次哦，唔通输光？光，过七，哇！全部使ったか？喂，全部用完了，终极呃钱，已经够了，财散人安乐。唔好意思，你好啊，有冇咩可以帮到你啊？你间铺呃钱啊，想嚟讲。想问你一件事，最精彩部分嚟啦，我中大奖啦，分啲嚟啊！其实呢啲奖中嚟有咩用，我都唔知啊。咩阿婆啲钱俾你输晒，戒赌热线，点样将啲柏青哥代币换成 cash？有啲人都咁问，我都唔知道，怀疑冇。但系呢度又冇啲礼物俾你换喎，呢啲代币换即系纯粹俾你贪个个人，纸上富贵啊！走啦！又阿婆同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占卜阿婆同埋嗰个。夹计啊！怀疑系你点睇？我思疑佢系喺度出术引你啊！占卜员话咩？边度几号机有着数啊？之类有七号机必赢代币第二集有用，即系留佢第二集带去香港低 B。点解会？点解日本嘅代币可以喺香港用到？有冇可以解释到俾我听？啊？猫仔点啊？喵！抚摸下佢。Yes yes， 依个啦。吃吧吃吧，乖猫咪，我都冇嘢俾佢吃，吃乜鬼 ？Go go go！喵！翻屋企瞓觉，交猪之后咧就第二朝去咩翻工？又话佢次次都讲六号机啊，咁黐线，咁即系明显玩嘢啊！
帮佢熄幅头灯之后瞓觉。幅头，你食屎啊你！又喺度，又喺嘥我电费。早啲瞓啦，佢哋冇闩门啊！讲咗几多次咧，冇私隐啊呢度。好，存档。噔噔噔噔，你系咪准时翻工？呜呜呜，好，来吧。OK， 好早睡早起，身体好。好，来吧。而家第一时间打。都要嘥少少时间打幅头，因为我哋要十二点先至去嗰、那个，即系咩一号仓库，所以而家有啲时间剩，照样我打镬佢先。占卜佬同赌场有关系噶，收咗钱，即系你话意思佢特登水你，即系千祈唔好去六号机啊嘛。其实我第一次系中咗好多钱嘅，应该即刻收手。哦，屋头，廖神，同我对联一局啊！好啊，啊，啊，我准备好啦。你讲我今次会用咩招啊？我今次可能唔用达招啊，用啲普通技。好，手加嘅那是ですよ。好留手啊 ，OK。低边我明明避开，棍啊呢下，哇死仔，哇死贱种啊，棍啊点啊契弟，哇出唔到招啊，喂啊，棍啊死仔巴，棍啊，抵啊！哇死仔包！さすが福さんだ。抵啊！哇！走！过来啊！扎！扭断你只手！嘎！哇死仔，佢又同我斗打，好白痴！冇人做咩你又做啦，跟屁虫，最憎跟屁虫，抵啊！佢只得滚啊！嘎，扭断你只手先，好的，这招如何？嘎，呢招如何啊？滚啊！光哥，过来啊！打哇！黐线，我拨开咗佢，但系我打唔到佢。嘎！抵啊，打到佢死。もうこんな時間か。哇，都几点啦？福さん、はい。ありがとう、福さん。またお願いします。好。有时呢个道场，就算我出招咧，我已经记熟啲招，嗰方位始终系好难出。好似有啲咩苦恋，有时候我出唔到咩海通。啱啱我啊记俾特登俾你出，即系见到个招啊，即系唔同咗，会有一声音效滚咁样，威力感觉上劲好多咯。但系实质有冇劲都唔知道。好啦，而家咧得翻十分钟噶啦，咁咧就呢一班巴士啊，我相信都赶唔切噶啦，可以慢慢去等十点钟嗰一班嘅。你系冇可能赶得切嘅，因为我已经计算个时间啦。同你阿婆嗰度抽一次嘢，睇下抽到啲咩，就系成桶。喂，啲薯片去到第二集有冇用？有呢听，啲薯片去到第二集有冇得去？即系做水货阿信屋咁样咧，即系而家将日本零食过去香港啊！第一间阿信屋系八月良开嘅，你知唔知道？
即系将啲日本薯片咧卖过去，你点睇？なんだい、この材料吧。啊，ください。好。嚟啦。有咩发达大计？系啊。又系咩打手指？有冇啊？喂，我讲真，第二集啲薯片有冇用？如果唔系，我而家都唔知储嚟，都唔知做乜。冇啦，你估咧？系啊，知你哋点啊？你不能囊括所有奖项，我喺呢度攞个最废个奖品咋，八婆。好，系啊。难的，你阿爸。麻近抽咗几多钱啊？十几包，我抽咗几千几 yen， 中二奖三奖，又五等啊！终极呃钱，你睇抽到咩？唔方好嘢啦，唔通有金咩？巴士又俾佢搞到搭唔到。一隻唔知咩鸡巴克，真系留翻嚟打机好过，赢多几个啲奖品都冇咁嬲。讲真，吓、啊，你点睇？呀，储到沙漠三，我要开薯片。沙漠三唔知几时出啦，储到沙漠三啊，话开薯片店。笑死！话咩难中个六合彩，我好耐都冇中过可乐啦。话时话，大佬，而家饮多樽可乐先。好，咖啡好似我听人讲咖啡系咪？我哋有冇嗌过咖啡？会唔会中啊？啊！嚟啦，又冇啊，黑仔度咁样，因为你未发达咧，阿婆已经发咗。有人话 DC 嗰阵时中晒系，我 DC 都中过晒啲头奖，即系有 game 啊，咩中过部咩，嗰部唔知咩机，有部咩录音机定咩 cassette 机定乜鬼嘢，我都中过啊，唔知咩呢条咁难中。抽十次、十几次都唔中啊！啊，点解咁难？咪又改咗难度啊！啊，攞薯片去香港，咩同四周倾代理攞卡洛 B 薯片去香港？我拎个薯片去香港就唔同四周倾啦，我就系代理巴月代理公司，巴月零食有限公司啊，吓、啊！农历木月倾啊，有我帮佢搞啊沙漠薯片，即刻同佢倾，唔系要同世家倾，农历木月都系个都系打工仔，同佢倾冇用，佢话唔到事，用世家，车到未啊契弟？几准时啊？啲车未试过脱班。啊！风雨不改，好。嗯嗯。又系咩？个阿婆一开头已经讲咩凉薄，有咩可能俾你中？佢每次都会讲凉薄，凉薄。系啊，佢话我好凉薄。系啊，佢又咁贱。好，而家咧仲有一个钟头啊，咁啊非常多时间嘅，要去第几仓库啊？第一号仓库嘅门，正门。因为日本系好准时，呃咧呃咧，德国啲人够话准时啊，咪有人唔准时。我去日本啊，
啊，我唔觉得话真系咁准。好，日本啊，啲列车都迟到都会咩？可以印张嘢俾人哋抵赖啊！即系如果你翻工迟到，你话赖佢啊，因为嗰个车迟到。好。ちょっと君、許可がないのに入っちゃダメだろう。做咗少少啫嘛，使唔使咁样啊？好。嗱，我最准时系啊，系啊，我算准时。喂，而家点做好啊？又要磨时间。呢条我跟你一齐跑步啊！1 2 1 2 1 2，喂，一齐神运啊，哥仔啊！你个跑得咁慢啊，赢你成条街啦，废柴，挡住你先，等你跑唔到步。你讲嘢啊！哇，死仔包，佢做咩可以即刻？哇，佢识转弯喎，咁醒嘅你，好逼你埋墙。第一睇你仲点啊？哇！喂，佢好醒喎，呢个人工智能，好，喂，你冇办法阻到佢喎，好，冇啊，冇咩好同佢玩啊，我哋翻翻去一号仓库，仲有半粒钟啊，一早到又闹人。早到俾我入去坐低啦，使乜咁即系使乜咁样啊，大佬佢喝我啊，嗰、那个保安，喂你唔入得嚟呢度，我约咗人。呢、這个阿婶有冇咩？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いらっしゃい。你咪望紧啊？啊，我走啦。饮多罐可乐，你估下抽唔抽得中？我已经饮过好多间。汽水机嘅可乐就系冇一罐中，今次饮紫色芬达提子汁中啦啩，又系终于中啦，死仔包哦，中咗，不过中咗冇用啦，梗系辛辛苦苦攞到个罐，梗系再抽奖，梗系抽个乜都冇嘅奖，即系落空奖，唉。有咩用啊？啊，中奖有咩用？咪攞到嘢咯！你可以攞到只 game 啊，太空下利或者肯干，或者你可以攞到 cassette 带啊，等等等等咯。你可以攞翻屋企巴月亮屋企打机啊！你可以攞只 game 太空下利呢、這个八号，一号仓喺边啊？喂！四号、三号、二号，啊，我好准时啊！我一早到啊！我好似嗰咩张良咪要学嗰咩兵书，你有冇印象？跟住咧，佢就唔知道有个阿伯成日话，诶得啦，成日话佢迟到。哦，兄弟，大咩兄弟？人哋啊大哥阿尼基，我帮你揾到份工啦，大哥。哦、真系啊！嗱，你知唔知道啊，兄弟？我为咗你啊，卖脆万难啊！你讲咩啊？份工系我揾到噶，女人我攞收爹啊！哦，麻衣啊，梁哥，哇！原来你哋两个识噶，有路噶你哋。啊，呢个蠢材咧，叫我帮你揾工，我啊成日送外卖噶嘛，所以咪问你识嗰啲领班啊，嗰啲咁样啦。喺度闪住佢个眼睛啊，就话领班先生，求下你啦，啊你个傻仔，我而家要去边啊？冇啊，做。晚两点啊，去阿尔法流贸易公司，我同此田先生约好噶啦。好，晏昼两点啊，始田阿尔法贸易公司，阿尔法系咪即系 Alpha？ 阿尔法九啊 ，Alpha 高又系咩？阿尔法九啊，系嘛？究竟空咗嗰啲笔记簿要写啲咩？好啦，而家又有个几钟戏，点咩好啊？
啊，呢条友又喺度影相嘅啦，影足成程，唔知成日喺度影影紧咩，而且佢又唔系影啲咩，影呢条友唔知有咩好影。喂，我系影相啊，帮我影翻张相啊，好嘛？啊，咔嚓咔嚓咔嚓，唔该晒。Hello，Hello，どうも。どうも。喺度打飞镖啊！好，呢、這个打飞镖赢咗又冇奖品啊，定系一定要机铺先有？啊？有冇人知道？すいません。嗯？アルファ貿易事務所。知唔知阿尔法贸易公司喺边啊？アルファ貿易見啦啦。啊，得啦，知啊，知啊。你哋成日讲呢啲嘢，咩打飞机？你真系讲呢啲嘢啊！你哋好呢度咁多个汽水机，会唔会边一个系特别易中啊？呢度有冇得抽？好似得嘅，番茄店而家有15包薯片，真系黐孖筋。嗨嗨，多谢你，好、哦，俾个空罐你。嗨嗨，嚟抽啦！夹夹夹 ，one two three， 嗰啲嗰只，我估乜奖都冇。我得。诶，二等，正喎、哦，有 game 啊！哇，恭喜你啊！拣一个嗱，你可以拣很干定系太空下你，是但啦，太空下你啊！好，これを玩呢个咧，系俾你。好，呢、這个呢间铺有良心啦，太空虾你系嘛？即系吓呢个呢、這个唔会 cap 水咯呢间铺头。睇下先，而家有咩噶？啲啊，睇下仲有啲咩奖嗱，我介绍下俾你睇啊，睇下个 poster 话俾你听有啲咩奖品。第一等系嗰啲剧 set 机，第二系 game， 第三就系呢啲，第三系咩我都唔知喎。music 哦剧 set 带，第四就系特别嘅啲模型，第五就系扭蛋机，咁啊第二奖就系咩咧？就系只碟啦。再抽多罐先，咁好彩。嗨嗨，嗨嗨，すいません，これを。我要呢、這个。嗨嗨。咩？我要呢、這个白痴。我俾个罐佢，仲话我要呢、這个。今次会唔会中一等奖啊？好。唉，我都估到啦。通常佢唔会俾你只 game 嗰啲判定，就系唔会俾你连中两次。佢系好醒啊！掟埋，诶、欸，我啊，我系掟多次飞镖嘅，应该，跟住就可以走路。咩骄兵必败？费事啊，用埋佢一阵，唔通你带住个罐翻去香港咩，大佬？一唔记得咗用，仲衰。好，啊，嚓，嗰声啊，争少少。来啦，一百赚少少，咩字咩字嘅呢？我二百几分都冇奖系咪？黐线啊！得得，不好，好白痴咩？不好，不你屎忽啦！哇 ，last 个 ，last 个，不你屎忽。哇唔够，但系我而家掌握到，再玩多铺啦。几多分有奖品啊？啊，差少少啊，二点前到，佢话两点喎、啊，唔系系二点前咩？是但玩多铺，好，一百赚少少，依间知得，快少少啦，契弟，赶时间。赶时间都要玩飞镖，一得，
仲劲。好，我会全部掉中一百，中，争少少。早太早揿啊呢、這个，差唔多啦。切，红射三尺皆中敌，我系周同。最后的一本，最后的一本，中一百，抵啦都话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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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最棒的。どうしようか。咁都冇礼物，真系低 B 啊！我冇赚到咁高翻嚟把鬼咩？啊，因为阿尔法狗。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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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赶时间啊！哇，有阿伯喺度阻住我。好啦，契弟，阿尔法狗贸易公司。好，跑过过去，仲有十分钟啊！生死时速噶啦，究竟我第一份工即系约嗰人见工第一日就迟到，点睇？好，仲有五分钟嘅路程啊！如果冇喺呢度，即刻入去啊！好，公公公公公公，呢个就系我 boss。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なんだ君は。你要咩啊？你系咪池田先生？系啊，我就系。哦，便当店嗰个麻衣介绍我。哦哦，便当店嗰个麻衣啊。我提起过你啊，你系咪可以即刻开工啊？系。好，有偿工作啊，人哋都识讲啊，要有钱就先做。好。安全。你冇开过叉车啊？冇啊！啊，好啦，整坏嘢嘅话就会喺你人工度扣，系。喂，马克，过嚟。OK bus。OK bus。哇，咁纯熟嘅佢揸车。跟住就由马克教你啦。好，我知道。马俾佢睇下点样揸车。OK bus。OK bus。佢净系识得讲呢句嘢。呢个我叫巴月亮。马克啊。我叫马克。我相信我哋会相处得好好嘅 boy。Fork 嘅运转系简单嘅。哦，揸车好简单 ，really easy， 好快上手啊。系。系。即系过嚟攞啲。好嚟啦。佢日文都唔错，即刻一嘢碌落马克剪死佢会点啊？有冇得咁样做？好，而家又做咩啊？诶，佢同我一齐揸喎。准备好好未啊？我哋开始训练啦。我知未哦？将轮子朝左或朝右转。Good， 就系咁啦。Next， 阿塞鲁达，阿塞鲁达，踩油门。再用力啲踩油门。OK， next， 试下倒车 ，back， 都话自己做，我 back， 好，倒车咁样啊 ，yes， 就系咁啦，最后将个支叉拉起同放低，咁咩先得噶？你要同我讲，我自己估啊，咁圆圈 ，yes， 麻麻得啦，好，咁你唔使教啦，如果系咁嘅话，将呢个双儿去第三号装户。好，首先吉落底 ，next， 然后 next， 举起佢。我第一铺就谂住即刻笃爆佢，讲真，你点睇？点样可以吉爆个箱啊？有冇可能怼落去？在舉插即系升起个支叉嘅时候，即刻冲埋，系咪可以吉爆啊？上 easy 的咯 ，yes， 到你啦。你木箱移动到仓库地板上，今日你就继续训练 ，OK。将其他箱搬去三号仓库，系。我翻去做嘢，剩低嘅箱交俾你。好，又系咩 save 咗先？我冇 save 喎，而家冇得 save， 有得 save， 唔得嘅，咁照吉啦，好，佢有几个格噶，好，升到中间呢格，
OK， 冇得另角度，好，硬嘅怼唔到咩？硬嘅吉落去压落去，又话可以整烂货物都唔得，硬嘅唔得嘅。好嚟啦，升起，硬啊！好，我发现咗一啲更好玩嘅嘢。硬啊！喷流啦，吉落去，刮公头劈，冇用啊，算啦。好，而家开始认真玩啦，我呢啲铲车高手，好举起佢，即刻摆落去 EC 汁啦。好，我摆到超整齐。好，搭落去先。怼落去啦，契弟。好，超靓，完美。好嘅，跟住怼呢度啦。可唔可以一次过叉起两嚿啊？啊，你估得唔得？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怼落唔得嘅，系唔够力嘅。好，怼落去啊。好 ，OK。倉庫に置かないと怒られるな。乜白痴？我几次咩咩会令佢咩嬲？好嚟啦，超完美。放啦，契弟。OK， 我今日咁样做呢啲嘢有冇人工？我想知啊。如果冇，我就唔继续做啦。讲真，好怼落去。啊！有冇人答唔到我？佢系试引工啊！好，好，抵落去搞掂，好有美感我吉得。你系咩？冇人工，冇人工，我做咩要帮佢做？啊！哇！我原来未摆翻支叉落去，好。要搬晒呢啲箱，有人话又系咩369369？枠の中に都白痴咩？把这些都排好咩意思啊？好鬼唔知道把这些都排好咩？好放啦，契弟，好。拱入少少，嚟啦！等候啦，要下班了。除了原来根本唔使做啊，白痴，会收工啊！哦，做得好，你有钱啊，我记得顺丰，你习惯开车啦嘛？诶，系啊。关于你的工资，会从每个箱嘅300蚊开始啊！每日都有配额，所以唔好偷懒。系系，即系有几多？我换人咗几多个啊？咁你做得好，会得到新嘅配额，我会同你加人工。我明啊，咁都叫做得好计啦。多谢，做咗几粒钟嘢，喂，几多钱啊？数下佢先啦，傻猪。好，得啦得啦，Mark 先，马克，明日は朝，你听朝九点就要嚟 ，OK， 系，当然啦，仕事を始める前に，工作之前我哋要做一件事，仕事の前に，工作之前，そうだ，系啊，まあ明日来てみれば、总之你唔好迟到啦 ，OK， 系，系。我多咗几多钱啊？喂，大佬，疯狂天使是怎样的帮派？我得尽量在码头上工作时收集疯狂天使。
好，而家多五千几蚊，啱啊四千几，即系赚咗差唔多一千二百几到啦。一千，我应该系赚一千五蚊左右，即系我运咗五个箱，咁啊好搵好多啦呢啲。而家又冇咩 event 做啊，冇啊。你话咩？千五蚊翻工地狱。有咩二千蚊？点会啊？我话三百蚊一个，你哋点样计到？咩？伊萨卡さん。伊萨卡さん。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について。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マッド？マッド？你听唔听啊？マッド？佢哋就系讲个咩？マッド？你唔知啊？算啦。好，再讲一次。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を知ってそうな人は。你识唔识咩叫マッド？啊，わからないわ。ごめんね。いや、じゃあこれで。再讲下先。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ことを知ってる人。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さあ。マッドエンジェル。思いつかないわ。ごめんね。但系佢有啲人就会讲咩マッド。我记得以前系好清楚讲系マッド，个配音可能有啲唔同。再揾啲人倾下先。呢个啊。すいません。なんだい。咩事？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について。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ね。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外国人の集まりだと聞いてるな。外国人。外国人ですか。好啊。疯狂天使系外国人，许多外国人。好。他に何か。そうだね。啊。唔好同佢哋混埋一齐啊！呢个傻仔啊。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おお。すいません。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について。知知咩叫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いや。就系咩マッドエンジェル？我以前就系听到，我记得以前冇 Angel 啊，我好记得佢就系讲咩マッドエン，佢个发音系更加奇怪。何か知ってます？好。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あいつらか。咁型嘅呢个人好似。知ってるんですか？啊。啊！佢哋好乞人憎嘅，嗰啲疯狂天使掉啲垃圾喺海度，阿佬啲鱼都俾人吓走晒。点解唔抄笔记，中意掉垃圾？好，すいません。知唔知咩？有冇打扰你几分钟啊？好，我一早已经知道边度系麦多嘅基地啦。行到过有个纹身喷晒漆噶嘛喺度。悪いけど話してる暇なく分かりました。佢話咩冇時間同你呢啲人咩碎碎啲。聞きたいこと急いで行くと他の警備。好，去問其他警衛都係咁串，即係通常從事啲保安差人有時都係好串。すいません。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について。知咩叫マッドエあ？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冇聽過，人哋啲。在呢度嗰啲啊，翻工嘅人都知道你做警卫嘅，唔知咁你食得屎啊？呢度啊，我已经查到啦。啊，系咪打俾贵章？我会唔会知道咩叫 Madure Angeles 啊？好，跟住我哋去睇先啊。仲有边度可以查问下个阿嗰个露宿者咯，或者阿汤姆嗰啲地胆？咩人哋冇读错，故意读咗。佢以前真系读密多啊，我肯定。我唔会记错，都话我记呢啲嘢好叻。佢真系读密多就系密多，佢系咁讲密多。喂，你只喂，哇我条靓。哥罗，阿尼基大佬，お前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你知唔知咩叫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啊，哎呀，有冇好好做嘢兄弟？你做咩大叫咧？黐线，你知道啊？你唔好大声讲嗰个名噶。なぜ？点解啊？なぜって？啊，因为啊。お前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こと。你知道啊？佢啲嘢，我叫你唔好咁大声啊！佢好惊，好废。ここじゃ禁句なんだ。喺呢度讲呢样嘢系禁忌嚟噶，你惊咩？点解啫？咁我就唔讲得。我知道你试图要揾咩，但系如果系你呢，我就唔会咁唔小心啦。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ことだけど。关于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でかい声で言っちゃダメですよ。我叫你唔好咁大声啊！系咁 loop 个对白。かなりやばい連中。嗰个波霸好恐怖噶。
そうか。我真系啊。またな。好，再见。好白痴，再讲多次，揿唔到啦，已经讲唔到嘢。老叔姐阿伯，讲咗咁嘥咗咁多时间同佢废噏，居然系一个笔记都换唔到翻嚟，有冇搞错？好，呢嚿咩嚟啊？个动物有个影。好，问下个老叔姐，喂，乞衣，话去咗边啊？嗰个死老嘢，有冇人知个死老坑去咗边啊？吓？有 Tom， 嗨，哎 Leo， 有嘢问你，知唔知咩叫密度啊 ？Oh no， very dangerous， real， 冇同佢哋啊有关系啊，你仲知道咩？佢哋坐机啊电单车袭击人，好多喺港口嘅游民受到佢哋攻击同殴打，哇，好凶残啊！你佢哋 crazy。哦，真的咁样就咁啊！我问下呢个佢老婆 ，Annie 生 ，Mad Angels， 知唔知咩叫密队 ？Mad Angels， 我估多冇冇话俾你听，但系自从我哋喺呢度开张啊 ，Mad Angels 已经嚟咗好几次啦。佢发生咩事啊？他冇将佢哋打发走啦，冇人受伤啊。哦，好啊。啊！噔噔噔噔！啊咩人哋黑做黑衣都要放工，点会喺嗰个位？个露宿者。好，我而家可唔可以入去？我今日嘅预约仲喺咪度？我想揾阿桂章问佢密对。すいません。唔好意思，我去见陈大人啊。お名前は。お名前は。陳大臣から連絡を受けておりませんので。以我所知、陳大臣冇等你。お通しできません。好，我仲要点样查到有关 Mad Angels 嘅嘢？呢度仲有冇咩 event 啊？点样啊？在附近闲房到1900，在卖便当店嘅旁边。等我 save 咗先。喺呢度啦，一号啦，好，跟住会有 event 就会见到密多嘅。诶，呢个人好奇怪喎，呢个女人，喂，小姐，唔可以倾啊，啲女人好憎同你倾偈。有冇啊？有冇玩 DC 嘅兄弟可以证明佢真系叫密多嘅？吓，你哋可能。记呢啲嘢啊！我记呢啲嘢好成，有冇玩埋呢个 event？ 我哋收工啦，都差唔多。诶、欸，嚟啦，有 event 啦！原来个乞衣喺度，我叫我唔好嚟呢度噶啦，死老嘢，等我剪死你啦！啊，救命啊！救命啊！唔好搞啊！哇！呢个乜水啊？唔好再吓过阿老嘢啊！睇下佢仲喺度做嫁娘个，好，我哋嚟同你玩下啦，妙啊！我哋嚟着赛车点啊？哦，子弹竞速你知道系咩啦？好，嗱，我嚟同你玩呢个无聊游戏，不过如果赢咗，你就放过呢个老嘢啊？点玩啊？滚滚滚去！佢会俾我哋信号，旅馆落地嘅时候就开始。行先，九，哇！好彩我调转咗嚟揿，下意识，哇哇，黐孖筋，放弃未啊？啊，哇！出爆招你班爆柴，啊、喂，好彩，点解明明揿到啊？我赢咗啊！啊你两个都唔可以再掂佢，明唔明啊？好白痴，佢个 QTE 啊低低地啦，我好肯定话俾你听。首先一开头嗰个交叉系我而家开头好错，我自己嘅本能反应咧就揿，我哋捞翻先，我想揿晒睇下会有咩后果。
首先嗰个已经系极度白痴嘅，嗰、那个靠佢一开头咧揿咗交叉系要揿圆圈嘅，咁呢个我系靠本能我自己估啦，因为佢有时系要真系跟住个画面揿，有时咧系唔系嘅，调转。跟住之后嗰啲咧系夹得，我嗰输入时间啊极短啊，白痴啊！佢个画面咧一啲啲啲，你揿已经即刻拍落去都系冇反应，低低地。好嚟啦，我哋试埋黐孖筋。好。你老嘢刮噶！好、哦。哇哇！救救命啊！やめろ、お前ら。啊！直接玩电单车啊！弱い者いじめはやめろ。我都想吓佢。呢个阿伯系我条僆，你唔好搞佢啊！好，我而家想要抢你条僆嚟吹啊！我不如揸住架车点啊？赢咗佢就可以控制呢个阿伯。你知道咩叫是胆竞速啊？好，我嚟同你玩呢个无聊游戏。不过如果赢咗，你又放过佢。好嚟啦，一开头即刻揿圆圈。好，佢俾信号我嘅。旅馆落地又开始。好。哇，点解又唔同咗？而家揿咗交。白痴啊！好，佢系有不是蛊惑的枪。好，明明揿啱咗喎，佢系对，好白痴啊！真系弱智呢个 QTE。喂，我咁样几时揿圆圈定揿交叉咪低能噶？跟住咧之后嗰啲我系揿啱晒啊！你听到啲声效。但我记得好似啊，唔知啊，我哋再玩一次试晒全部啱啊。总之我觉得唔够啊，喉完美。试下错晒又会点？但系好白痴。总之佢呢个咩蛊惑的枪系好低啦。你揿完第一次，我自己靠本能揿啱咧，之后咧就再揿咧揿错，即系揿翻系又系错，都唔知几时系圆圈，几时系交叉，有冇人可以答到我？就系、是、自己估啊，吓乱估咩亚洲 PS4 嘅原罪，试下唔揿啊，好啊。会唔会跌落海？我就系本身想知道会唔会跌落海咯。如果揿啱晒，我唔知道。如果揿错又会唔会跌落海？我只系呢个揿啱晒，唔知条友会对面条友会唔会跌落海？如果自己揿错又会唔会跌落海？又系唔知道。好嚟啦，开始啊！好鬼低能，我话呢个 QTE 真系差到不得了，唔使揿啦。如果我哋要试收，即系试失败。好。系啊。开波啦！阿伯话咩？又咩？阿伯无好，又玩多次。好嚟啦！我想睇巴月亮，巴月亮炒车死。好，点啊小弱鸡？放弃未啊？关噶，之前嗰个细罐有咩用？幸运的三八，打算退出，哇跌咗落界，啊噶车毁人。好，会有咩后果啊？死亡。咁啊，就乜事都冇，只系受，即系乜事都冇。我哋完美成功一次啊！大家觉得我今次要揿交叉定圆圈？有冇人知？知埋我哋就收工。而家系咪正常翻？画面显示咩话揿咩？又系咩平衡世界？好，
又俾两个一齐揿，又话揿交叉，咪埋位啦。讲咩揿三角？点会揿三角啊？完全唔关系。攞嚟啊！哦，啊嚟啊！得个剪碎你啊！佢次次嗌到揭尸底嚟话白，使唔使啊？嗌救命啊！咁样嗌救命，点会咁嗌啊？碌仔都系救命啊！啊？呢啲系攞把刀捅咗落去。就会咁样嗌救命，因为咁啊，overacting 啊太夸，好，嚟啊，好即刻揿交叉，大家估下系古惑的枪成功定失败？好嚟啦，好，嘟嘟嘟嘟嘟，就好得啦，好揿咗。好嚟啦，梗系仲有啊！好，咁啱晒，抵啦硬啊，白痴仔，我赢咗啦，傻仔，该死！呢个仇我哋记好啦，靓仔。好，我攞咗架电单车，喂，你偷咗架电单车，你咪还翻俾人咁戆居啊，巴月亮，喂，个老嘢咧，喂，啊，几乎啦。差唔多啦，即系听朝我仲要早起，我七点半又去上水，你点睇？同埋首歌差唔多完咯，啊！啊咩唔系上海就得啦，七点半去上水，知唔知几点要起身啊？就算坐的士，即系六点半要坐。啊哈！好。哈哈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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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跑过围栏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思还真奇怪。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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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真无奈。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思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思还真奇怪，还真奇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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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哎，算了，回家吧。逛逛逛逛逛。今日差唔多啦，系时候讲声拜拜啦，下星期一再见，系咁先。